兄弟姊妹，即阵咱要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三课。阿未读以前，你需要听《约翰福音》福建的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。你需要听《约翰福音》第七、第八、第九，然后才来读第三课。第三课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，活水的河。迄一日是大日子，大日子的上重要的时刻，耶稣站起来，大声地讲：“人若是嘴干，会使到我这边来啉，正如圣灵所讲的，心外人从一伊内面会流出敢若河水安尼款。毋过这是活水。耶稣安尼款的讲是要讲到人要得到圣灵。不过他一直讲，一直咧讲的迄时候，圣灵佫阿未来充满人，因为耶稣佫阿未得到伊的荣耀，意思讲伊阿未上天。安尼耶稣讲，若是一个人信了耶稣，会发生甚物代志呢？这个人呢，在伊内面有一个灵，敢若一条河安尼款的，会水活水，会流啊流。意思是讲，永远袂嘴干，永远灵有满足，永远有一个满足的生命。即阵咱要来看《约翰》第八章。十二节，约翰佫对侪人讲：“我是世间的光，也是你按我这边来，你就毋免佫行伫黑暗的内面，定着一直着生命的光。”耶稣讲伊家己是甚物呢？伊讲伊是生命的光。咱需要耶稣，咱需要敬畏伊，因为伊的光会充满咱，会照出咱内面的毋对的地方。罪恶的引诱，咱有这个光看清楚，咱行对的路。约翰第八章三十一节，耶稣对伊讲，犹太人讲，你人若是你人若是听我的教导，佮对我的教导，你人就成为我的门徒了。咱就要安怎才会真正的成为耶稣的门徒？咱需要听伊的教导，佮就要行出伊的教导，爱听话，爱顺服伊。即阵咱讲到。约翰第八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讲：“你若必须圣灵，你若必须明白真理，真理就会叫你人
得到自由。有什么物件？有什么物件会帮忙咱呢？正理，有正理的，咱就得到自由。